展唱会送5个奖号啦！多谢大家。5个奖咧？我呢个系人气剧集。我有呢个人气 CP 同阿 Moon 同 Hira 同埋电视女艺员。我呢个系人气电视女角色。人气电视男艺人。好嘢，满唔满意啊？都好滿意啦！即係呢個聖誕節好開心啊！真係，我哋咁多聖誕禮物。係呢個 CP 今日爭咗一個人喎 ，Hira 啊。係啊，因為佢開工啊，咁所以咧都好遺憾佢嚟唔到。不過咧，佢嘅精神係會佢喺度咯，佢喺度。長在係啦，咁我哋啲合照都會 keep 翻佢個頭像。陳燕嘅得獎感受係點咧？非常之開心啊！因為我未試過嚟呢一個頒獎禮，但係咧每年咧，因為我知道咧到到聖誕咧就會有呢個頒獎禮，每年都好幸運嚟啊！終於今年都可以嚟啦，仲要係可以攞得2个奖，咁就非常非常之開心。係，你覺得點解大家會成日都搜尋你咧？搜尋我啊！好，因為兩個字，因為兩個字容易揾啲啊嘛。佢三個字就難揾啲噶啦。即係打字打兩個字就係啊，係啊，同埋又姓陳。陈是容易找一点的嘛，那是陈差聪和陈莹，不是男女艺人咯。哦，你真的很好啊。陈差聪，你觉得为什么不多人 search 你呢？我想都是首先今年有很多不同的角色，加上即一段常在最尾那一幕赖尿是令到人心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多了一点手陈。是，反观其实你这么黑人憎，但是你都很受欢迎喎。因为大家是翻煎的，又要闹啦，又要招呼，咁都很开心的，多谢导演写了一个。即是很难得黑人憎那个是最受欢迎的。所以多谢主办单位，多谢导演啦，因为即今年有一个挺好的角色令到大家记住，希望我们八号美丽战场都。有好成績。CP 當中仲有阿 Moon 啦。係。其實我之前幾年前係即都係咧攞一個 CP 獎。係。咁今次就冇諗過係會再攞一次，咁啊今次仲要係同兩位好朋友、好姊妹同埋 Hira。係啦係啦，咁我覺得即係。即係好開心啦！咁但係即係呢個獎，即係多謝你啦。點解啊？你講啊，你解釋。因為咧，我覺得咧，即係只要有一個咧壞人咧，咁啲好人咧先至可以突顯到佢哋嗰個正義感。即係導演，我覺得呢個 CP 咧，即係雖然係我同阿瑩同埋曉華，不過真係其實有埋佢份嘅，經紀一公啊！翻去挑埋個名上去咯，係咯。咁已經咁好成績，諗住點樣去獎勵？我諗住係啦，因為大家咁忙咧，揾啲近啲地方，長洲去一日咪算咯。哇！長洲幾好玩嘅，其實。喂，你只要 book 佢哋去外景拍劇，咁咪得咯。嚇？咪去長洲咯，去長洲咯。日本啊！好多長洲啲居民睇東張西望，真係幾好玩嘅長洲。得閒真係去下啦。首先一個短嘅就長洲，之後就要出。之後就去歐洲噶啦，係咪攞埋八號嘅獎就去歐洲啦？係咪啊？嗱，有冇信心？係咪攞到就可以去歐洲，同埋去到歐洲就有得攞先？啊，呢個就要問下啲高層嘅意見。你買咗機票先啊？快啲買機票先啊！係啊，包團啦，拍住 Season 2係喺歐洲外景。即係我所有嘅承諾咧，都喺1月8号之後再回應大家，好冇？好，咁我哋期待1月8号你哋再下一城。多謝大家。